那接着下我们安排这位来自邻国马来西亚的一位唱片歌手，也是我们呢今年不知道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来跑台，我们等一下访问他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把他请上台。好，我们热情掌声欢迎他，今天穿黄色的衣服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黄怡文，掌声欢迎黄怡文。对呀、啊，昨天忘记带破、哦。哎呀，太紧张，要赶回去。赶回新山，他说怕会塞车，所以我赶很快。啊，结果有没有塞到？还好，Bobby 没有。Bobby 哦，他的后来被我弄为 Bobby 在家多心啊。那他的服饰，你的服饰回来再拿，拿了没有？仆走路去找他，好的。他来我家找我。好。四个仆一边跑一边说英文，等等我。是吗？没有啦，我好累呢。新人就是这样子哈、哦，常常被你们这些比较资深的就欺负。我随便讲，他随便听的哈、哦。我也是新人。是吗？你今年第一次吗？我第一年来到新加坡这个唱这个歌台啊。那在邻国呢？在马来西亚？邻国唱了四年。哇，四年的资历了，一定是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棒哦。啊，还好要谢谢，要请我们前辈指教一下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年来认识我们这个非常帅气的帅哥子明啊，像他这么瘦。我第三年还是变胖了。我说子明，你是跟我一样吗？我去美国回来有胖嘟嘟回来，你也胖嘟嘟吗？那叫不好意思哎哈。代表他好吃。我准备调放台电啊，你过日都无怕胖啊，谁找我就去啊，那都怕胖先哈。谢谢。你看，我这样子说你，你还不会，快点来点掌声表示掌声给梁。哇、哦，谢谢。对啊，我们两个站这么久没有，他看到他上来就哇。哦，怕胖啊。就不好意思。人家说秀色可餐啊，快点睡着，忘了拿吹暖。口水气劲嘞！你要说什么？买个改水啦、啊！看人家漂亮就人家漂亮嘛、啊，漂亮吗？是干不？不是干不？还好。你如果是干，你怕婆怕他躲下嘛？今天带回家，我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。怕婆躲下也再带回家。带回家，这样我先来。你没有机会了。啊、我没有了。阿肥说不行了。好。我今天是失败，我今天是间谍。阿肥，都到看电工爷爷。刚刚借你用了一首《男人情女人心》怎么样？我说没办法，江二勇。那等一下，如果有机会，可不可以再借一下？啊、可以。今天伟良是你的人了，其他的不行啊。他都跟你这样子讲、啊。对，都讲完了。回去一定要跟他吵架。真的。哪里可以拿我随便出来就这样子给人家用，还叫人家随便用。随便用哦。好，那由我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、第一首歌曲《爱你的只有一个我》啊，一首好听的改编。这首歌哈、哦，我要先介绍一下。这首歌之前哈、哦，对。现在打给听就是庾澄庆的版本，对，那之前呢是有一个歌手叫萧丽珠，是吗？来自这首歌叫做、也是来自台湾的一个歌手萧丽珠，就是庾澄庆翻唱，对，翻唱的，哦、对，是我还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是左歌，我也不知道哎。早期台湾有一个华语歌星叫萧丽珠的一首歌，哦、然后最近庾澄庆把它拿出来翻唱，唱得很红很红，对。